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志为人医守护爱。我是台中慈院胸腔内科暨睡眠医学中心邱国良医师。现代人的生活忙碌又紧张，饮食生活作息也都很不正常，所以偶尔发生一些肠胃道的症状也就习以为常。可是有些时候频繁的腹泻，甚至伴随其他的一些症状，食欲减轻或者是一些体重下降，可能就是生活健康的一个警讯。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在现场邀请到了台中慈院大肠直肠外科邱杰明医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关于腹泻的一些议题。邱医师您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直肠外科邱杰明医师。首先邱医师欢迎你来，那等一下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关于腹泻的一些议题。那首先我们是不是先来看一段影片？一开始是食欲差、拉肚子之类的，他那种拉肚子是断断续续的，我也不知道，就好像有点像发炎，就时好时坏还是怎样吧。血便其实不多，可是会有血丝，就是里面会有一点点好像血丝的，排泄物还会带一点黏液，带一点黏液这样，然后就觉得不太对。26岁那年，钟先生开始出现腹泻的症状。那时忙着工作的钟先生以为是自己的工作压力大、生活作息不正常所导致，只是随着腹泻次数的增加，肛门附近的组织也开始出现异状。不知道在屁股的周围好像有一颗东西，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啦，可是也没有影响嘛，所以有时候又年轻，可能就会想说都拖啊，就是想说也没怎样啊，不痛不痒。就很像被蚊子叮一个泡，然后在里面那样子。长达2年的时间，钟先生一直把腹泻当作肠胃不适来治疗，只是随着食欲变差、体重节节下降，肛门附近的溃疡也越来越严重，甚至形成瘘管。到后面其实几乎没办法上班了，一天上厕所8到12次，那几乎没办法上班，没办法做事啊。瘘管那个位置就越来越严重。没办法正常的生活作息都没办法，几乎没办法，没办法坐，没办法走，几乎都躺在家里啊，几乎都躺在家里。心情就是觉得很糟糕，想说怎么办呢？那么严重。为了治疗腹泻，钟先生看过不少肠胃科医师，最后诊断出他罹患的是东方人罕见的克隆氏症。虽然每天服药，但肛门附近的瘘管仍是悬而未决。最后钟先生不得不辞掉工作，在家休养。就最后觉得很烦，然后都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是什么毛病就搞得好像比癌症还严重那种。就是2-3个月的时候是这样过，但是到后面真的受不了，那个痛到连走都没办法走的时候，就亲戚跟我说，那慈济有这个帮他看那个案例，你要不要过去看一下？2010年6月，钟先生在亲友的介绍之下，来到台中慈济医院大肠直肠外科邱建明医师门诊就医。然后邱医师看就是说，对，那他就是说这种毛病，他几乎都会侵犯到肛门口，所以说他说这种东西是要先把，就是类似清创还是什么，不太清楚，就是要先把里面的脏东西都清创出来，然后再用药物去控制，他就是有一套疗程啊，所以就是比较有一个规划性，就是一个疗程这样过去，这样做会。再看情况那样子，他是比较像有计划那样子，当然跟其他医生比还是差很多。是，那确实我们刚刚看到影片当中的钟先生得到一个叫做克隆氏症，那什么叫做克隆氏症呢？是，克隆氏症一般来说好发于年轻人，那他一般来说就是，当我们碰到一个患者，他有大肠炎，就是一直上厘所里脊后重的症状，那个拉肚子的症状，然后又同时也合并有肛门口的瘘管，那我们通常一般来说都必须要去排除这个克隆氏症这个毛病。是，那克隆氏症是怎么样得到的呢？克隆氏症是一种自体免疫的毛病，那它发化原因是不明的，那它
简单讲起来，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它自己本身就是有点失调。那失调的话，它我们导致说我们自己的白血球去攻击我们自己的本来肠胃上的一些细胞，那些细胞之后导致到大肠发炎，跟攻击肛门口的细胞，导致肛门口的瘘管这种症状。是，那一般得到克隆氏症的患者最常见有哪些症状呢？通常一般来说都是长，就是说时间很拖延很长的一个肚子的绞痛，那一般来说伴随体重降低，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那种体重降低。一般来说像刚刚的钟先生也是降低，体重降低大概10-20公斤以上，然后合并就是肛门口的肿痛。那肿痛那这是我们所谓的肛门瘘管，那它这种肛门瘘管跟一般肛门瘘管不太一样，一般肛门瘘管一般来说都属于比较浅层肛门瘘管。一般来说手术都比较好处理，那这种肛门瘘管的话一般来说都是属于非常深层，而且它等于是那个细菌的话会在组织里面钻得非常严重，那常常在外面都会破，连续肛门口外面的组织会连续破好几个洞，而反复性的发炎常常都会有化脓的情形。那通常这个瘘管的情形会比一般瘘管来得非常严重。是，那所以钟先生刚来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症状让你会想到是这个疾病呢？可以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他来的一个情形。是，那钟先生刚开始过来的时候是整个人是坐轮椅过来，因为他根本痛到根本没办法走路。那刚开始做肛门的检查的话，发现说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肛门瘘管。那一般来说，在年轻男性碰到一个非常非常我们临床医师比较难以的去解释的一个很严重的肛门瘘管的话，第一步都会先怀疑到克隆氏症。那接下来就安排大肠镜的检查。那他大肠镜检查，同时也是反映出很典型克隆氏症的一些症状。是，那所以刚提到克隆氏症，我们怎么在一个临床医师去帮他确诊是克隆氏症，要透过哪些的检查吗？是比如说症状有什么典型的地方？那一般来说确诊的话还是要透过大肠镜的检查。那他虽然说是大肠发炎的检查，可是事实上他大肠发炎，我们透过大肠镜来看的话，他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的发炎是一节一节这样跳跃式的发炎。他在正常的那一段事实上看起来跟一般大肠都完全一模一样，可是当他异常的地方就会有条状的溃疡。那条状溃疡到久的时候，甚至会有一些颗粒像看起来像鹅卵石一般的一些变化。那这些都是比较标准的克隆氏症大肠镜的一些发现。是，那刚提到肠子溃疡，我们一般比较常听到是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这种大肠溃疡跟这些有什么不一样吗？克隆氏症发炎它本身跟一般的大肠发炎不一样。一般大肠发炎不管说是一些我们拉肚子的发炎都是在比较表层，而克隆氏症它是这种是我们的免疫的细胞去攻击整层的大肠的细胞，所以它这种发炎常常都会延伸到很深部，而且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纤维化，好像结痂一般的那种纤维化的反应，所以它看起来就整片会那个溃疡看起来是很深很厚，而且非常硬的那种溃疡，跟一般大肠炎那个溃疡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是，那刚刚提到它会反复发炎嘛，那如果这样子长久如果没有做处理，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并发症呢？克隆氏症花椒，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它是整层的一个发炎，那所以它整层发炎导致到最后发炎到最后肠子会变硬，就是我们所谓的纤维化。那变硬化它有时候甚至会造成狭窄，那狭窄的时候它往往会造成大肠或小肠的阻塞。那甚至严重的话，它发炎是因为它整层的发炎，甚至它到严重的时候，它会造成说肠子会破裂穿孔。那这个破裂穿孔有时候自己会钻到肠子里面去，另外一条肠子里面去。它甚至有时候会钻破我们肚子的皮肤，甚至会肚子里面的东西会直接跑到外面来，叫所谓的肠皮瘘管。从肚子里面到钻到皮肤外面的瘘管会比较少见，一般来说都是拖延比较久的状况之下才能造成这种情形。而肛门瘘管在克隆氏症是比较常见的，大概克隆氏症有一半以上患者都会造成肛门口的复杂性的瘘管。是，那像这种瘘管如果不处理，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的危险性呢？一般来说在病人造成肚子的瘘管之前，他事实上都会有很厉害的肠阻塞，而这肠阻塞会让他本身整个人都是事实上是完全无法坚持。那手术的时候会同时做处理。那肛门口的瘘管的话，一般来说它这种慢性发炎大部分都不会造成就是很严重很立即性的生命危险，可是这个病人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肛门我们那个屁股这个地方，一脚大家可以想象说屁股这个地方脚到处都在化脓的话，那事实上这个病人生活品质非常的差，他连躺连坐都非常非常会非常非常困难，生活品质会非常的差。
那刚提到这个瘘管，如果说合并发炎化脓，它会引起一些败血症吗？或者是其他很严重的一些感染吗？假如说本身病人抵抗力很差的话，有可能。可是这种病人一般来说，它都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反复发作，所以等于是好像一直在慢性的折磨病人一样。它大部分是让它反复发作之后，它那个壁会结得很厚，大部分细菌会被包覆在它的组织里面。一般来说，很少会见到说很严重的败血症，哦，但不过就是说一直反复，一直对病人是相当大的折磨。是，刚刚提到这种都会反复发生很久嘛，哈，那为什么这样子克隆氏症的病人来都是好像是很晚期才做诊断呢？那原因是怎么样？那一般台湾的医师都会觉得说，这个克隆氏症比较好发于那个西方国家的一个毛病。那它大部分在西方国家的话，每10万人大概会有10个左右的患者，所以在西方是比较常见。那在东方的话，特别是台湾，台湾现在目前大概每10万人大概差不多只有2-3位患者，那比例上相对于国外比起来是非常的低。那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国内的医师，包括临床的一些就是家庭医学科或肠胃科医师，都会把这个疾病的诊断摆在比较后线。那当整个症状变得比较明显之后，大家才会比较去怀疑到这样子的毛病。所以一般来说，患者过来我们专科的来做确诊的时候，一般来说都会变成比较晚期才会确诊。是是是，那我们先有一个这样子的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一段影片，了解邱医师当初怎么为钟先生做一些处理。我们来看下一段影片。其实都没有什么，已经发炎到缺一块皮呀，哈，那缺一块皮就好像我们那个整个皮割掉一块皮一样，那个皮你说要长到完全的正常，嘿，不太可能了。可是起码就是说这旁边没有发炎发红了，那没有发炎发红的话，肚子里面基本上就只能把发炎反应控制到一个程度了。这颗切下来之后，它切下来之后，它那个送病理化验报告，那这是这个切验报告，它本身里面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就是跟一般人家大肠息肉是一样的东西。在邱建明医师细心地说明之下，犹疑2个月迟迟不敢前来就医的钟先生，终于放下心头的重担，也看到自己人生的曙光。因为前面几个医师这样看，其实多少会灰心，会看久会没有那个信心看。就是想说，如果来看又是这样子，之后真的就觉得说不知道怎么办。可是那已经不舒服到你什么都敢尝试了，随便的，就是随便的啦，就是怎样都好了。邱建明医师一边安排钟先生接受瘘管清创手术，一边会诊风湿免疫科林亮红医师，希望能有效地控制钟先生长期肠道发炎的问题。幸好现今医疗生技进步，目前生物制剂已经能有效地控制克隆氏症的发炎。其实生物制剂这个在大概10年前在这个市场上出现，那时候做出这个药来之后，一开始是用在其他免疫的疾病，后来发现就是克隆氏症呢，它其中一个最重要控制我们白血球的叫做肿瘤坏死因子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早期是在关节炎里面有发现，那后来发现克隆氏症的发炎里面也有这个很大的因素的因子，所以目前我们主要就是用肿瘤坏死因子这种生物制剂来治疗。那生物制剂呢，其实它是一种除了治疗之外，它生物制剂它其实是一种标靶治疗，就是我们找到引起我们发炎这个因子，然后我们把它针对这个因子把它中断，那达到我们治疗的目的。我帮你看一下上次检查的。那你这一次检查的血液的部分都正常，那肝肾功能也正常，所以目前也没有特别的副作用发生。好，那接下来药物的部分吃的会比较少，好，慢慢的减量，然后就是2个礼拜打一剂。动完手术状况越来越好，然后再药物治疗，然后好状况越来越好，然后就固定就回来照大肠镜，然后就追踪一下，这样看那些看一下肠子的状况。我们今天早上看过林医师吗？有看过了。早上说还好吗？都正常，打针以后发炎指数什么都正常。经过1年多的治疗，钟先生的病情获得极大的改善，目前只需定期回诊追踪，能吃能动，让他的精神跟体能越来越好，现在已经可以外出工作。其实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邱医师讲解我的病况的时候，我会很有信心。怎么讲？医生给病人有信心，相对的你自己心态上面有一些有时候
调整上就会也会不同。他给你的信心会让你自己觉得说，哎，真的有希望。也事实证明，也是证明说，通灵医师的治疗过程也都很 OK 啊，都对啊，现在都正常。啊，邱医师是不是再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钟先生后来来到门诊的一些状况怎么样呢？是，那因为钟先生刚开始算是已经之前在外院已经有追踪一段时间，那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肛门瘘管。那他当初过来的时候，肛门口我记得他肛门口外面是这样，外面有皮肤上有11个破洞，那11个破洞是因为每颗都会就不同的时间都会化脓流出来，那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肛门瘘管。那所以当初过来门诊的时候，我就跟先生钟先生解释，就是说这个瘘管是不是一般的那个肛门瘘管，必须要做阶段性的手术。那刚开始必须要做清创、做引流，那后续才可以把那个肛门口那个引发肛门口发炎那个的病因去把它根除掉。所以总共进出开刀房大概进出4次的开刀房那个。所以根据那时候的状况，你怎么帮他设计这个接下来一些治疗的这个程序呢？刚开始我们是先跟他做大肠镜的检查，那大肠镜也发现说他大肠本身的发炎并不是那么严重，并还没有造成阻塞的状况，那他肠子本身还维持着基本的弹性，所以刚开始觉得说他本身肠子的部分可以先用内科疗法，先用药物治疗。那所以我找免疫风湿科的那个林亮宏医师合作，那请他帮我们调整在内科方面的药物，那由我来负责说他肛门口这附近的那个瘘管的那个处理。是，那刚提过瘘管做了好几次的手术嘛，那这个为什么要分阶段来做呢？一般来说，它那个复杂性的瘘管的话，它肛门口里面会有肛门口附近的周边组织会有很多坏死的那个组织。那它的根源一般来说，这个克隆氏症造成肛门瘘管，这是我们自己的白血球去攻击自己的肛门口里面的组织，叫我们所谓的肛门腺。那肛门腺受到攻击之后，它里面破一个洞，那破一个洞之后，造成说我们粪便的细菌会大量的钻到那个洞里面去，会造成说细菌的散布。那所以我们必须用疏导的方式，先把这个洞流出去的细菌先疏导到某一个它破出来某个洞口那边，那破出来洞口那边之后，其他的10个洞再慢慢一个洞一个洞去跟它做清除，去跟它做处理。那当它其他10个洞都处理好之后，再回过头来专心处理这剩下这个洞，那所以必须要做比较复杂一个处理。是是，那在整个针对克隆氏症的一些治疗，有哪些方式可以选择呢？一般来说，克隆氏症的话，大概还是基本上分内科跟外科的治疗。那内科的话，还基本上它是药物治疗；那外科的话，就是说针对于它本身那个造成的并发症，譬如说肠子的问题、肚子的问题，或者是肛门口的问题做治疗。是，刚刚提到内科的治疗哈，有些什么药物可以治疗这种克隆氏症吗？通常一般来说，肠道方面的自体免疫症的这个疾病的话，通常第一步还是会先用口服的消炎药。那消炎药这种消炎药事实上是类似像阿司匹林类的东西，只是说它单纯作用于我们肠道。那这是最基本的第一步的治疗。那接下来还有类固醇跟一些基本上一些免疫制剂的治疗。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免疫制剂本身对包括类固醇对本身我们人体的一些荷尔蒙跟一些身体上一些变化会比较有一些并发症，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有更新一线的那个所谓的标靶治疗，来治疗这个免疫性毛病。刚刚提到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溃疡嘛，那整个肠子那么多，这种溃疡有没有比较好发在哪一个部分呢？一般来说，克隆氏症的话，它最好发的地方在大肠跟小肠交接的地方。那它是我们刚刚提过，这个克隆氏症都是跳跃式的发炎，那所以它一般来说，基本上大部分克隆氏症几乎每个患者都会发生在大小肠交接的地方，会那边会第一个引发。那当然，其他大肠跟其他小肠中间还是会有很多段落的一个不等的一个严重性不等的一个发炎。那这些处理的话，当我们手术的时候，必须要每个地方都去跟他做处理。是，那经过了治疗之后，这种病人就会痊愈吗？还是他还会再复发呢？基本上克隆氏症是一种体质，那它就是类似像任何风湿免疫科的毛病一样，类风湿性关节炎一样，它基本上是一种体质。那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它，譬如像钟先生，他是肛门口这部分，还有他肠道的部分都已经控制得非常好。那一般来说，这种患者，
因为他长期的一个腹泻，所以事实上他这种患者并不需要医生叫他自己都会吃很清淡的东西，那所以在饮食各方面的生活习惯，这些患者基本上应该都还可以自己照顾得不错。那可是通常一般来说，我们临床上碰到说比较容易好发复发的，大概都还是比较大的一个精神上的压力，譬如说生活上的失调或精神压力，就比较容易造成他复发的情形。是是，那所以除了药物啦，生活作息也很重要嘛哈。所以给这样子一个病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他应该要注意哪些生活作息啦、压力啦等等的调整呢？通常一般来说，当然就是还是必须要保持一个身心的一个平衡。那再来就是一个适当运动习惯，然后吃东西的话也是原则上建议就是吃比较清淡的东西，然后就是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啊，烟啊、酒啊、哦、辣的东西，尽量比较需要去避免一下这样子。那克隆氏症可能是看听起来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疾病嘛哈、哦，那会随着这个年纪它变轻或变重，那会不会有其他的比较长期的一些并发症呢？原则上来说哈，我们大肠哦发炎性的大肠性的毛病，我们原则上最怕最担心的就是说长期这样发展下来的话，因为整个病人说大肠处于在一个长期不健康的状况之下，那所以过去的文献报告指出，克隆氏症只要长期这样发炎的话，这种发炎性大肠炎，它一般来说它会造成大肠癌的演变的机会是一般人的七八倍，那所以克隆氏症的患者大概必须要每年去固定追踪式大肠镜来排除这些有可能的一些大肠的一些恶性的变化，一个潜在一个风险。是，那刚刚提到这些症状，第一个最常见是腹泻哈、哦。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会容易造成腹泻？那需要跟这些克隆氏症做一些鉴别呢？是，那大部分我们临床上碰到腹泻，大概都是一些吃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一些肠胃炎，甚至有感冒型的，就是说，感冒所一些感冒病毒之类的病毒造成一些肠胃炎变化。那有时候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拉肚子，事实上也有很多是情绪压抑所导致的所谓的那个大肠肌躁症。那这些东西，事实上都是必须要做跟甚至就是说事实上包括连大肠直肠癌它本身也会造成是类似像腹泻的这种症状，所以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在专科医师的那个的处理之下做一个鉴别的诊断这样子。是的，那刚提到可能会有增加这个大肠癌的这个风险比较高嘛哈，那所以你会推荐一般的民众他怎么去注意去早期预防筛检大肠癌呢？是，那现在目前我们国民健康局它现在已经推行好几年，就是说在满50岁到70岁当中的正常人，他本身我们政府本身有补助2年做一次的粪便潜血检查。那粪便潜血检查假如是有阳性的话，他就是必须要透过卫生局、卫生所、跟一些基层的医院转介到大医院来做大肠镜的检查。那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说，原则上假如是有大肠息肉或大肠癌的患者，约略只有50%的患者，他在一次的粪便潜血检查当中，他会检查出来阳性。那所以病人当自己是觉得说啊，他大便这方面有任何的异状，肚子有任何异状，基本上还是建议说，不是光只有相信粪便潜血检查。那当大便本身有任何异状的话，还是比较建议说，可能必须寻求专科医师的一个进一步诊断。是，那刚稍微提到大肠癌，现在大肠癌多吗？现在目前大肠癌是以台湾现在目前来说，可以说是最应感染。我们大肠癌现在目前的那个发生率已经是排名第一位了，那所以已经事实上比美国第一位来的更高。是，所以是不是可以简单的提醒我们民众，碰到肠子的什么样问题，应该要及早来就医呢？通常一般来说，那个大肠癌这方面的症状，除了大便习惯改变了，那它就是说大便习惯改变，那粪便形态改变的一些变化之外，事实上我们当临床上我们看到说病人的大便习惯改变、粪便形态改变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往往都发现那个肿瘤事实上都已经相当大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还是比较强调说，在预防重于治疗。那预防重于治疗的话，除了刚刚讲到说国健局推行的那个50岁到70岁当中每2年做一次粪便潜血检查的话，那事实上假如说患者有任何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家族史的话，我们还是比较推荐说患者可以直接找我们专科医师，包括肠胃科、包括直肠外科医师来定期做一个大肠镜的一个追踪这样子。那今天很感恩邱医师来到现场帮我们分享一下腹泻、克隆氏症等等的这些问题，那感恩您的参加，也感恩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谢谢。